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西门风和殷大西还没来，还没起。哦，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的冰雪摩天轮，谢谢陈哥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是人机啊，人机人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一栋人，真人。霓虹楼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嘎嘎困，现在眼睛有点干涩。他在哪个楼标一下？前方有危险。一层吧还是迷宫楼？迷宫楼吗？迷宫楼，迷宫楼。人机。不好意思，怎么没听到脚步啊？这是个人机啊！上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，给他们。走，来跟我。不像是有人的样子。没有啊，东西都没收过。没有吗？肯定有的。没有吗？我刚才二楼还倒了他两枪。是不是刚刚那个人机啊？等了半天。奇怪。哦，他往这跑了，石嘎被捡了。后面防区跑了就。对，后面防区跑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好，就上了吧。给打完这把我去洗个脸。我这里有物资。
啊啊啊！哎，没事，我起个烟。我给他打回去了。再给我起个烟。前方有危险。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死了是吧？死了。我他妈起个烟，捡个包，他妈搞我！ 走了，上车。 星星有没有？今天得两星吗？我操！肯定要两星，不信你就看。上个赛季是第二天，这属于是赛季更新的第二天就已经上线了。上个赛季。放屁！我每个赛季都打了呀。我给他放屁！你再放！ 我先叫巴拉摩车屁。今天最起码是两星，不是说最高两星，是最起码就两星。你不要去看那个上榜数据，那个没用，知道吗？他只会他那个上榜数据瞎鸡巴搞的，他到时候只会评判五百前五百个是最高的上榜数据反射来的。他那个上榜数据估计就4000分左右。 过了今晚就能看到那个经济新了，到时候就能知道那个赛季。前方有危险。你能打吗？两个人。能打吗？两个。哎，上面有人被诱发。他好像两个都干倒了，好像人头都是人头。 我还能捡个人头，头上来车了，大家说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
走走走。前方有危险。左顶，你楼上，楼上。给我封个烟，给我封个烟，给我封个烟。来车了，兄弟们来车。这边呢？冒烟了。哎，那个小破房，没看到，废墟啊！后面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记得打三个，应该是。怎么掉枪了？兄弟们，战况如何？在哪？左边跑出来了，左边跑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前方有危险，找一个，后面，后面，我们待过的，交代。兄弟们，人呢？我操！在在在，在他决赛圈呢，等一下。啊。那我去洗把脸。前方有危险。他帮好了那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倒了吗？倒了。OK。我前面有人过点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有危险！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九分，九分，没差差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我们先溜了，你们打，拜拜拜拜。你们在打三国吗？嗯。大图不好打。什么？大图不好打吗？不打不打不打。打了一个风险太高了，我打了一个。你去洗碗脸。
大西几点去？大西五点四点钟睡的吧。开了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打这个稳健上分啊，稳稳当当的。上大西昨天最后一把上了大分的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黛西在吗？黛西回来了吗？应该没有。黛西，睡着了，他怎么到我的？他有王牌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们都睡了一会儿没有？睡了一个小时，睡了一会儿，迷了一会儿，迷了一会儿，感觉是要好很多呀。我以为他们俩都要睡着，我还等着你起来把我们都喊起来了，我给你发了个信息，结果我给你发完过后没多久他就在叫了。我有点辛苦呀，存在是兄弟们，你也睡安逸了，睡舒服了啊，补分吧黛西啊，你就补分吧，我看着你补啊。你不打的，你睡觉的样子有多潇洒，你补分的样子就有多狼狈。你们黄瓜二今天能封吗？能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黄瓜二是伪封的现在。皇冠三的要着急了，我赢点吧。大西，来手战术运营了，各种阴人战术，搞起。全妥 KD 啥的数据啥的都不要了，我靠，要分就行了，丢面不丢分。Go go go， 我还缺高一头啊，等一下前面收，再去别的收一会儿。丢人不丢分，丢人。他们也是睡了一觉了呀。哎呦，我操人！人
人吗？这是人机啊、哦？知道是人机。吓我一跳，人机翻上去又翻下来。起得晚了，闹钟定了9点。睡到9点一直。黛西这是2点钟睡的吧？还是1点来着？4点，1点的。我操，前面在哪家？4点钟睡的。刚拉那个人，人头啊！得被禁。人头没抢着。炮楼不行，拉胯，拉胯的炮楼。我需要侧边镜。有二头吗？没注意。那我去洗个脸去。手是麻的，我操！这队有点憨憨的那种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操，手是麻的，枪都压不住，直接懵了。四号别，稳一点四号。抗水已经没手感。他们猛冲就行了，我们微微弱弱一点。四号快跑一下！啊，在家在家在家，就剩一个，这个呆逼妹子。牛啊牛啊！洗了个脸，清爽了许多。我操，试了4个真人，加大分，加大分，加大分，加4分，加4分，这把加14分。这次可以排个6倍呀、啊！
坚持住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开车，开走了，好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从头来，别打！我操，我被三枪打了，没救！进来吧，我进。耶，这你妈山上拉不拉哟？把门关一下吧。山上有公墓吗？倒了，被别人他被别人打倒了，山上，我又下来，下不来了。我们把320架死，320马上要跑图。风啊的窗户，我操！跟那后面队没用啊，兄弟。在一楼扶，在这边扶，这边扶。这里扶，他不会不，他不被穿喽。不，漏风什么？前方有危险！这边山上的架势完了吗？320围墙边，石头，围墙边一个大坑，我先救你起来。Sorry，我枪好马呀，好休息。得进圈了，得进圈。车开不了了，加你们那个直接死了，你量也没了，量也没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房子里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他脸上，这个在哪里啊？房子，房子里面，房子，前方有危险，这吃个死鸡多难受啊！这，没人顶啊！我操，怎么就我一个顶吗？我强制了，你们咋办？
活不出去怎么摸鱼，感觉他妈老婆都是活的。谢谢阿星的两年紫水星卡，谢谢阿星。你们现在吃了吗？我先，那也先。那我去搞一把了。搞一把。王牌一能封神，我看一下这榜单啊。不叫。这榜单是4049。叫地主。不想。哇、哦，这个不加倍。着了，没有超级加倍卡了。加倍。不加倍。这怎么玩这个？对勾。对勾。嗯，四炸。对着一百一十。炸弹。哎呀。不要。对勾就打炸，犹豫一下，咱们假装啊，假装打不过。哎，假装炸弹、哎，炸弹，哎，你看这不就上套了， Pass、这不就、炸弹，这不就上套了， Pass、这不就不要，咱们再唯唯诺诺的出一对二，嗯，然后他又会炸一下，哎，一对 对二，过，你看。炸弹哎，哎，没错吧？他又炸一炸，哎，然后我们接着呢，哎，再还他一炸。Pass。嗯，他肯定现在非常的懵逼。我擦。二。这是什么套路？ Pass、哎，让我们再来 A 对王。我有一张牌了。我操。Pass。他此次是个瞬间醒悟啊！哇，这个狗贼他哥的竟然搁这儿调戏我们，上当了，上了他哥的大当。你看，这不就打满了？直接倍数打满啊！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！不叫，不叫！叫地主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加倍！吓唬人呢，加倍！勾。二二。大王不要，哎，怎么没声音了？这个斗地主还会那啥吗？啊，黑屏了，我靠！让队友来，炸弹！不要，我炸不起了，好兄弟，过。三带一对，哎呀，我管上，输了呀！左边还四个圈，没了，炸弹一张牌了，不要过二，还不行，帮不了队友，不叫。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，接接八，不加倍，我先买两张，不加倍，加倍卡，三百一，管上，三百一，那我不得管上，管上一手。挂，不要三带一，三带一要不要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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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pass， pass， 我七。
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十。炸弹。炸弹。炸弹。不要。十一张牌你秒我，十一张牌勾炸，好兄弟，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着了，我感觉事情有点不对。我操，王炸四带二，王炸不要，妈的 pass， 着了，上当了，飞机。我就感觉不对劲儿，我操，草率了。不叫，搏一搏，叫地主，单车不想。哎呀，我操，三个四，加个倍，加倍，不加倍，稍微加个倍吧，还是三带一。大你炸弹，这么狠的吗？过你出，不要二小王，大王炸弹，什么牌？炸弹过过，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哎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不要，大你，我人麻了，我操 ！pass， 完了，他妈输满了这把。炸弹，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西巴，西巴克斯基。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，不加倍，超级加倍。哦哟，不加倍，连着拉满吗？名牌。三个四，又天牌吗？三个圈三个 K， 四个圈一对勾，这怎么玩？压死，这怎么玩？玩不了啊！这管上，不要 pass， 飞机 pass， 不要，炸掉两张牌了。注意哦，还好还好，过倍数不够，王炸上号，一杯热水。黛西打的经典还是三谷啊？黛西肯定是三谷呀，怎么敢去打经典呢？那不是你打完说一下啊？啊，你们好了是吧 ？OK。嗯，对对对对。噔噔噔，不，我不会斗地主，你说我，哇，那你觉得我这三百多万花的都是怎么来的？看着啊。
不叫，不叫，不叫。不叫。我是你，就让我爱你。四个尖，四个 K， 四个三，三带一，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给我叫！哎，他竟然不叫，他竟然不叫地主，不叫也不叫吧，不叫，我也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，我操，怎么给我了？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什么奇怪呀？五六七八，什么牌？我操，头都大了！什么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操，看都看不懂啊！对三，对六，对二，不要 ，pass。三带一对，这怎么玩？打这些挂，谁要得起？不要。八，那打个九吧。九，谢谢吴凌晨送的办卡。二，炸弹。那还有四个 K， 我操！这怎么玩吧？这挂不了，输了输了。接，输了输了。不要，没得玩。炸弹，炸嘛炸嘛。过，过。三带一，我都不想再反抗一下了。炸弹，这牌没得玩啊。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，不抢，不加倍。嘿，你加倍你不带我玩？三带一，你怎么回事？炸弹，不要，过。三带一对儿。咚咚咚咚咚咚，过。管上。炸弹，不要炸弹 ，pass， 王炸 ，pass， 不要，这牌就有意思了呀！来十十，要不要炸弹？炸弹，哎。你别炸呀，好兄弟，我这还有炸呢，我这里还有两炸呢，活该你赢的少。叫地主，抢地主。哦大哦对，哦大哦大哦对，不抢，不抢，我操，三个二。几加倍？哇操，人麻了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名牌，三带一，他竟然不用名牌。pass， 炸弹，炸弹，炸弹，过，炸弹，不要，炸不起了，我好兄弟，炸弹。炸弹，好了呀，走 ，pass， 知道吗？这他妈怎么玩啊？我出两张牌了，注意哦。这怎么玩啊？不要，不出。对九 ，go go go！ 我就是个看戏的。我他妈的这个大盘鸡，我用它就没杀死过人，好吧？下了七分小烂分，零杀刺激，哎，不错，也不错了。
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不是，那你上号干嘛？我上号，我上错了。啊！你快下去！你打电话叫他，你打电话叫他。他手机关机了，我操！群里面都在商量着给他那个叫什么扎纸人，说的他西门风喘不过气来了，给他扎两个纸人，可能他在下面猪毒，就是啥的。我登错了，我刚准备退，然后你们邀请我。OK OK OK， 嗯，拜拜，好兄弟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皮一个，找事转移的，别招。三宝一吗？三皮一吗？三皮一不好打，真的跟你讲。三皮好打呀，海陆人好打，不好打。你把 YY 关了吧。啊。四匹四打三五全是车队，三匹一还可以遇到车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噔噔噔噔噔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吃早饭了吗？吃了，四点钟的时候吃了。我刚刚一匹三的发现好好打，队友真他妈是铂金二的，他说他是铂金二，我还不信。一匹三好打，一匹三队友，但是一匹三也遇得到那种猛男队友，跟你讲。谢谢深蛇稳存送的山水初逢，谢谢大气，谢谢深蛇稳存的山水初逢。有一对，一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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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下边，往下边。前方有危险，哦，他哥差点把自己给炸了。二楼有两，有点呆，他想吃我，我操！到了。有点呆。对面倒一个，你上了。就对面，上吧，我跟你。他娘的，给老子烧了！少一个呢？他们就三个人，又是大反击，我人麻了，我操！上吧，大反击连人都 K 不到，可以回来了，一号打下来了，跟着我们走吧。然后前面提供的前方有危险，最后一个是吗？对，几楼不知道，
死尸提前枪吗？我操！要么他就往后翻了。嗯，老六，怎么他穿了个人机服？我天、啊，我以为是人机，后面有。嗯，考了个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那上面的人呢？哦，对，有二级头，有二级头吗？没对，我现在拿的还是个烂的。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你们小心点，地方来人啊！有人被胖来了。这有二级统一了。嗯，我有了。说哪里来人吗？不是，要不三坡？前方有危险！前面防区。车库有车吗？出来的，从玉村出来的。这边防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往山上，往山上跑 了。是个红衣服的吧？十多米啊！前方有危险。天哪！是的，零杀，我操！两级枪吗，兄弟们？我标二级头的地方有一个。进圈了，好兄弟们。感觉咱们打这个山谷还是挺稳的，好吧，就这样一直掐烂分掐下去，掐到晚上十二点，避风城。那必须的呀。偶尔搞一把经典奖励一下自己可以吗？那算了算了，奖励一下自己，加个大波，我不配，
我不配拥有奖励。你们怎么怂了呀？保段的时候才可以搞一搞，跟你讲，真的。那一把大分，我跟你讲，你得打多少个小时？得按小时来计算啊，不能按把。我们稳一点呀，稳一点呀。怎么稳都不行，不好打，车队太多了，绝对车队多得很。今天怎么回事、啊？这边有个三级，气死了，我们的气死了。咱们是稳健 ，B 哥应该知道了，上分不易，我操。你扣一把，扣一把二十多，或者扣一把四十，得用多少个小时？四十分就是一个小时打上五轮打回来，然后你一来一回就是两个小时没有了。哎，后面有人熬这个夜熬的头昏眼花的，还得熬。掉一把你就要多熬几把。那前面我就掉了三把来着，十分的、十八分的、四分、三十二分。我那把只找了十次，少扣了四分了吧？怎么睡觉去了是吗？没有，哥儿西门风要顶，要喊我过去。他说他那边有个装人机的，拉出去，那个人感觉像是个外挂一样。我搁这睡觉呢，他们俩搁这打的打的，他哥的跑外面去了，他两个倒了，莫名其妙的。你想谁喜欢我？没门风的啦。就这个皮板啊，我没想到。左边有人，这里前方有危险。顶住吧，顶住！他应该是把布捡了。这边防区去了，前方有危险。这边防区，感冒好了差不多了呀。叶老板睡了五个小时，水煮鱼，睡了五个小时。等等我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前方有危险，进攻了，喷个烟，要拉人，进防区了。嗯，你们那边，这前方有危险。把防区的先打了，我有危险，别管，我要被夹着，兄弟。他还没出来是吗？不，我这外围帮补了外围的。石头号，就我们这封烟这个石头号，大家肯定要往防区跑。我量下来，你夹我丢嘞，丢，我来给你夹住，再丢，来再丢个燃烧弹，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还有一个呢。那应该不知道，
你们二楼清了吗？媳妇儿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怎么搁那儿呢？九分，十一分我没啥事儿。你杀了七个呀？这人搁那跳跳着原地立正不动了，我天！为什么你加的没我多？我还杀一个呀！你七分，他多少分？小普罗，十一分。我八你九，他十一。我九分，你看你杀七个，我杀三个，你只比我多两分，我天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分慢，但是来的也快，稳定了、啊。这样你没发现稳定吗？嘎嘎稳定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打了把海岛，你妈狗了吧？第二还是第二还是第三名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 了那把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十一分，十二分，好像你们交了。打海岛没吧，最少也能杀五个人以上吧。难啊，现在都是撤退，哪里去杀五个人呢？不搞海岛，不搞海岛，我操！我要慢慢打三国就稳了，稳稳当当的上王牌。海岛是我配。我需要武器。对对对，究极运营。我需要武器。稳定加分。稳定加分。我们快跑，害怕，不敢去，我操！算了吧，你去，胆子不够肥呀、啊！我们的怀抱里，稳定上分。西门峰，我这里有吗？他这出去搏退去了。
金门峰一觉睡到晚上八点，你看他找不找？嗯哼，毙了，直接炸裂开来！兄弟们，你们怎么不叫我呀？你们都开打了都。那到时候就哭了，那到时候就真的哭了。嗯哼。谢谢风干的核桃送的饭卡，谢谢。眯了一个小时，你突然说眯了半个小时。你就眯了半个小时，嗯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干嘛去了，你们说的时候应该是我接水去了，应该是，哦，然后我回来我就你们一个都没在，然后我看到西门峰那上面又挂了一个什么八点键，我又怕我躺下又起不来，我又给大师发了一个微信，我叫他叫我。这样子说，结果我都差点睡过头了，我就把大师叫起来了。我眯了一个半钟头，走了金圈了，没有药包啊，没有药包，我有啊，我在一楼有，一楼有。OK OK。没有车，走路走，只有一个蹦蹦，没有个大奖。我猜皇冠，皇冠三，皇冠三，前面有个大九九。油包来一个油包，地上，路贝还丢了一个地上，我睡了五个小时啊，很虚浮啊，很虚浮，没开，没事，我现在状态还可以，我感觉躺了一会儿。戴西应该是三点钟去的吧？三点钟去睡的吧？四点，不是三点吗？三点五十几下播了，三点五十几了那都。现在预计多少人上战场？是有人摇车吗？不知道。站点打架了吧？算了，不管他们，我已经开张了。我还没开张了就不管了。王牌一时左右，今天。没看到头呢还。跑毒的吗他们。
九个人还没签我，来车了。后面停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有，下面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太丢雷，太丢雷，好兄弟。没事，有人帮我们抽，别出去打。嗯，外面有人帮我们抽。我这个一趴。对面也有人帮我们抽。众矢之的啊，我们这里是对面有，旁边有，山上有没有啊？有没有饮料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饮料吗，好兄弟们？我只有一瓶，来吧，我脚下三瓶，三瓶，三瓶。老板，脚下这个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练雷，练雷，练雷，别急。我几个他都有加枪的，隔壁还有队友。打打打，直死的。就一个，直死的，那一队不是他们的队友。山上还有毒了啊！这对面应该没几个人。阳台吗？他被山上打了，他被山上打了。我们这下面就两，下面就两个人，封烟过去把他清了，出去。兄弟们，我没烟。我在那个男生那一楼，别急啊。他们应该在二楼楼顶。两个。阳台楼顶。楼顶楼顶。妈的，楼梯口又一个。天哪，天哪！我山上给我补了。哎，我脸上杵出来了，他出来又翻出去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哎呦，我操了，真的是。他们也没了。嗯，白给，操！上马司机才加八分。白给，没投资物了。贴楼的时候贴在能走，没投资物了主要是。知道他在楼梯口，但是硬攻的话不好攻啊。你加几分？血包？五分 ，bro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不是不错啦，第四名还有五分。
能吃鸡的，我操！皇冠删了，白给的。皇冠删了，今天还要打200多分。哎，没雷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你们有雷吗？请准备。没有。你皇冠删为什么打200多分呢？你要打300多，打些。上王牌不就200多分吗？你上王牌也要300呀、啊。哦。皇冠三到皇冠四，皇冠四到皇冠五，不是。皇冠三到皇冠二，皇冠二到皇冠一，皇冠一到王牌，这是不是300？那我现在已经皇冠三60-70分了呀。你70分呢，你还要打300多啊？都要打300多。是吗？是的。哦，打不了，打300，还要打300，就差不多200多300，就是这样。4200呀。真人，有人迷宫楼，没枪，有，我只有一把喷子，还有，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，一个吧，一个，我不着急。1小时20分还要打15个小时，没有啊，1小时30多分，哪里？1小时怎么可能只打20分啊？我们按10分钟一局来算，按7分来算，半个小时就有20分了。哪里啊？你怎么算的？这一局15分钟、16分钟。1小时30分钟，应该能打30多，能打30多分可以。再打10个小时，300分。10个小时带戏。10个小时还不能烂呢，你还要加分才行呢。对，现在10点半啊，黛西洗个小西，把握住啊。10个小时打完就可以睡觉了是吗？对。哎。现在10:21，10个小时打完是几点？11:28。8点。8点。8点就结束了，那挺早呀。到时候大西，待会儿我们到8点算一算，看上了多少分。嗯，对。看着带薪裂开啊。是个问题。大师，要是来个连续下上铁骑门，来个连续2把双火，兄弟们。我要去钓鱼去了，我血压高升，最近又甩个厉害的，血压高了。哎，接裂开单还挺可以的。
我还没开张，兄弟们。啊，你们要早点讲了，啥装备了？我图形地图啊，对呀，有四次不掉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去度假岛，兄弟们，度假岛有四次不掉分的机会，去不去？新地图，新地图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四次不掉分了，四次哦，兄弟们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操，去玩一玩，玩一玩。可以可以。什么时候出啊？可以可以，什么时候出啊？出了，已经出了。哦。等一下打完这把去扣个羊，前期把那四次先拿去试试水，看好不好打。很小，那个地图比这个图都小，一把加五分，五分钟一把，这样就爽了。有人接去吧，大姐，瞧见不像是人机哦。不是的，刚刚有一辆车过去了。这像是人机吗？就站点吧，不管他们了。那里那边在猛攻。那边是啥呢？一点就我们刚才待了一个房群，攻别人没攻成功那个。嗯，其实那个房区不怎么好守，感觉棍儿。那房区可以的，只要你不能让别人靠近。刚开始决赛圈的人家都往你脸上贴。他不但往脸上贴，他还原地还有人架你的，你又不敢打。走完了，哎呦我操，走火了，看这圈。这里有个炉杯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不打炉杯，打西北。那个妹妹是你前女友。西北。哪个妹妹啊？这就一号吗？他妈的是个拇指握把，难怪。点了枪头没到也点不死呀，手挡住了吗？这些人反应很快啊，点一枪他妈立马就弹起来到处跑。我为什么要上新闻？我上得了新闻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呦，他喵的，他喵的又睡着了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玩这游戏都能睡着，要开一点延迟，不是要开一点延迟，直播本来就有一点延迟，不是很多，几秒钟吧。又切了，这边两轮在打，切不到头啊！
看华北他们追猎打不动了，后来跟我们一样山谷苟且。哎，山谷他们也打山谷啊。娘的，在床头上打，直接在床头。还在打啊，我给啊。你攻他，快点打，你攻他。是的吗？一打一个助攻，一打一个助攻，很烦。啊，进圈了呀，投了。动车了，动车了，动车了。他们把我们点散了，快走。不露脸了吗？没有洗头，没洗头，比较潮湿。小姐姐，你是什么段位的呀，小姐姐？有人连上，没有没有，我尼玛，这俩人，你敢这样干拉他吗？快进来，要被打。三三牛，我出来喽，兄弟们。往前走就行了。往右压一下。左边前方有危险。左边倒了。哎呦我操，你们两个怎么还在毒外呀、啊、又到了，这边撤走，倒了，有一个来到厕所了，骗死了，五分烂分啊，九分，我操，你死血亏啊，没杀人比较急，堵截堵截，我操，堵截了，惩治了他，耶，我还差100分吗？那我再打200分，准备什么图啊，是什么图啊，那个是度假岛，不掉分卡，哦，度假岛，度假岛，对，来起，搞起了，搞起了，下不下呀，度假岛，不用下，不用下，不用下，看到没，四次不掉分，四次，哦，不掉分四次，四次不掉分，我操，不能干，多排排看看，万一我们进去打憨憨他不爽吗？啊，看看加了加了分多不多，看一看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都你们加加载画面了吗？加载了呀，等一会儿再给我们介绍任务内容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，每一局有一次召回的机会，是什么意思，跳哪里啊，咱们跳哪儿啊，不知道啊，这地图你妈好小哦，我们跳这个，要么跳海角镇吧，怎么样，都行，南海湾吧，远一点，
31个人吗？32个。32个，这么少？一把加个一两分？看看，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新地图多少还有？咱们好歹也可以在这里面把这40不掉分卡用完呢，对不对？这猛干了！新枪，兄弟们，我也拿了把新枪，好猛的样子。我操！我有喷子连喷，我操！我操！连喷。哦，这个 CF 里面那把。CF 里面那把。我战术罗，我操！我看一下。啊，新罗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。这图应该比较适合小姐姐哦。92级套吗？没有。我这把玩把喷子，兄弟们，我试一下。我感觉应该猛。这个喷子连续喷嘞。哎，我感觉维克托贴的好猛啊！现在。打一万皮，打个维克托试一下。没弹夹，算了。他啥也装不了，就只能光拿个喷子，奇葩子弹，红点都装不了。OK 了，很肥了，弹到。冲锋。还剩19个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没人了，什么情况？他们都在新城打架了，应该在。进圈了，走了，兄弟们。没人了，这就。那这把掐个烂机，一两分，一分。我操！哎，有人召回，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，有人在飞呀、啊。召回了！还有个在飞，有人打架呢。嗯，什么情况？我操，好多人打好人机。石头还两个，等我。前方有危险。等我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好怕。13个人了，好像。走下面，走桥下吧，这么走要死啊！哎，又活了，又活了，空中。三枪。怎么一直有人活呀？死了可以复活一次，有一次机会。我操，我们不在圈啊！卡他们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倒了，又了，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有个滑鼠。有蛇皮走位，打中我了，兄弟们，前方有危险，满编队。我摸屁股了，我摸屁股了。不是，我可以复活吗？我操，可以复活吧？
怎么复活？怎么复活呀？你要召唤的吧？这个年夜的又活了，这个顶起美，你们忘记杀过吗？这么猛吗？加零分，加三分，加四分。加了三分，这几分钟啊，时间过了就不能活了。它有时间限制的吗？第四名加三分，只能前两个圈复活。我还有四次，那再来，再来玩一玩。反正有不掉分卡。啊，不掉分卡打完呀，我们去找人猛干呀，多杀点人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这个、应该加油，特种兵。我他妈喷子还没有人起来，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？就是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还是想来把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打这个很有安全感呀、啊，直接猛干呗。猛干哪儿啊？船厂，船厂猛干吧。好。来都没来过。打我去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哟，好肥，好肥！不是，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节目，我可以搞分。OK, OK。谁在说话啊？队友。小学生，我操！节目。我又不是小学生，我初中生，好吧，初中生等于上初中上初中。哎呀，这什么模式我还没试过呢。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。这模式可以复活，你们怂啥？直接冲！直接冲吗？干，该给了，对吧？墙角，墙角，墙角，墙角拉人。好，我来了。这枪真马呀！死完了吗？这里？我起来看。刚刚是27个人，现在又变成28了，都复活，你看。复活了，他们还能跳这里吗，小朋友？那就要照大臣猛干呗。这个复活时间是有限的，三分钟之内是可以复活的，前三分钟真的是可以复活的，后三分钟。我的体验服啊是这样的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的，别问我了，我只是要来体验服这样的。那应该就差不多。你真棒。我听好。小朋友你真棒。哎呀，干一干了。走吧走吧。你还挺谦虚，我发现。哎呀，你是什么段位呀？无敌战神。什么吗？哎，继续听，哎，继续听。我现在呢，我是百元了，我现在差30分皇冠。皇冠吗？My 我的妈 ！My 无敌战胜 ，Are you OK？ 说车上车上车， okay? 我还是倒车熟悉一下地图。谢 bro， 谢 bro， 我们还是以小朋友为重，动不动。再打1块钱的钱。你看，刚刚我还救了那个几号鱼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玩玩这个。啊！我等下抢完之后，我得有了一点。
这个能干嘛？没有。我操，宝箱！我操！我操！好吧，开不开？这些是干嘛的呀？不知道我。这是暗道。不知道。哎呦，刷出来了，走了，走吧。别玩了。我去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出得去吗？你们那边？能能能能能，可以出。弟弟，让我开，弟弟，让我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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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开，把车还我！哦，这是让你开的。出不来，出进入海，进入海。知道吗？还得开回去。哇，这个车还开好快啊！我靠。我天哪，这车有 bug 吧？我怎么开这么快啊？我真就离了个大谱，真就。下来一块，咱们下来一块。来，接一下。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打饮料，你别动，哎，你别动啊！前方有危险。糟了，现在死了好像没复活了，兄弟们。他不复活。我三分钟一个，再我一个，快上车！我操，这还有个更炫酷的，我操！有人在打架，快八个人。在我这儿，两个两个，我到我到，三个，妈的，全是人，我操！加一分，可是我们稳一点呀、啊，稳一点，看。我强制了，我强制了，我现实了。好，那我们玩起来了，我跟你讲，玩，那上去白给，我跟你讲，嘚逼了，嘚嘚，嘚嘚了，嘚嘚了。三选一，我要选什么？嗯，这个，我选这个。不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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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地主。扎西，十五分钟了，不得行了。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个人去玩。没事，没事，我自己开一下。三带一对儿。你去试一把，吃鸡加蛋。不要，不要。好，牌面没换上。炸弹。牌面再来换。Pass。过，四带两队。我是打度假村啊。炸弹，我杀不过他，好兄弟。不要，过。二，炸弹。喝的汤呀。pass。不要，六。二，大王。炸弹，过，炸弹，哦，三带一对，不要，三带一对儿，
我操，我草率了，我操，把赢四万的输六万，干。我们落地先干一波呗，有复活卡。叫地主，叫地主，不强，不强，不加倍。叫的什么牌子？叫谁一张没有用？超级加倍，不加倍。嗯？怎么不让出啊？他飞机 pass 炸弹过，不要。推队三带一，三带一队，三带一。大你 pass 炸弹，哎，炸不赢我嘞，他我操！炸弹，看到没有？过，这几个路人，我妈现在在啊，我妈去我家。K pass 二，我就一张牌了，过，不要 K 第二加了八分，哟，三四三，不叫不叫不叫不要不叫，叫地主，不加倍，加倍，不加倍，三带一对儿，大你 pass 过。这几个队友一看就很专业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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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。K 大王，炸弹，嗯嗯嗯嗯嗯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不要 ，pass 二过，不要。倒茶倒茶，小王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 pass 过，队伍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不要 pass 炸弹过，不要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大你压死，哎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嗯，还来不来？还来？我操，他上头了！我操，他还要和我来。四个八，四个 K， 不叫。三个接着三个二，叫地主。我知道我没看。不强，不加倍。操啊！狂。超级加倍！哎，他哥的，他学聪明了，他现在三带一，压死炸弹。炸弹 pass 过，三带一对儿，炸弹不要 pass 接，小王这么顶吗？过
不要。飞机。狐狸啊！我操。pass。着了，着了。炸弹。无了，无了，无了。炸弹。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这牌拿的。哎呀，来来来。谁会给我下套了？叫地主。不抢，不抢。着了，这把又要拉满，感觉。超级加倍，不加倍，拉满了。尖和二能飞机，我操！尖和二怎么飞机、啊？三百一，好兄弟，我操！尖和二不要，他怎么能打出飞机的？对二，这把输满了，这把。别炸，别炸，好兄弟，他那个啥，他打不了春天的。我问一下，算了啦，不要问了，懒得问。双月落庭前。减员很快啊，这个毒炸弹，炸他干嘛呀，好兄弟，炸弹，炸了就上他的当了，过，不要，炸弹 pass， 过，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，不要 pass， 对 K。又拉满了十二万。这好像赢来赢去，他哥的这个人赢了我们的豆子，把我们两个人都赢了。啊，这兄弟不准备了，这兄弟。那就换一桌吧。叫地主。抢地主。不抢，不抢。我有三个三。不加倍。超级加倍。不加倍。三百一。晚上。过。炸弹。不要。pass。三百一。压死。过，炸弹，不要，什么牌呀、啊？这是，可是两张牌的，小心点。过，不要，对三，这都什么牌呀、啊？这些都是，看都看不懂，不叫，叫地主，不抢。怎么就不能给我来一副好牌呢？超级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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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对六，对九，对二。打这么大干什么嘛？哎呀，真的是搞不懂了哎！没事，让他出一声。pass 啊，不着急。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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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五张牌你能秒我？你秒我一个试试。六。啊，对嘛，你秒我。炸弹。不要。第二名七分，第三名七分，是炸，得炸，炸弹得炸，这牌得炸啊！好了吗，你们 ？pass， 打几分钟啊 ？pass， 不炸不行，打一对 K， 这个很划算呀、啊，打一对 K， 对 K， 躲不了了，我以为只能躲右边那个吉利，炸弹，好的啊，这把拉满了，兄弟们，炸弹，兄弟们，我操，这什么意思？好了吗？他不让我炸，王炸！不要，左边这个可能是开挂的，是吧？
三带一对，左边这个一个人开透视的，他开透视的。好了没有？炸弹！不要！哇，这个逼很有可能开透视的，我操！炸弹！过过，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我操！我就两张牌了，注意哦！不要！pass， 我操！这都能输啊？不是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牌、啊。四个十，四个八，四个七。叫地主，不抢。超级加倍，不加倍。这牌唯一的赢法，三带一打出去，然后四个尖炸一炸，四带二打出去，对六，这样才能赢。对九，对二，妈的，四个七，四个八，四个十，绝了，我操！贪了，我操！这谁知道呢？他们牌这么整，天哪！炸弹太小，没办法。小声。咚咚咚，不变，嘣嘣嘣嘣嘣嘣嘣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些加分多吗？多呀，第二名、第三名加了七分。我操，那我们就打那个图了。我上线了，上线了，可以可以。我开了一把又，我又开了一把。我看你没理我，很快的，几分钟一把。OK 啊 ，OK 啊。山谷谷。但是我们要稳吃鸡啊，不能。我们得找地方站点啊！第一波下去打，就第一波刚完我们就走，死了就飞走。四带两对儿，那肯定是你想贪呐、啊，你肯定是想。